我这一只口渴，算后遗症吧。什么时候开始的？遇见一个女孩之后。那我建议，让她来做你这方面的心理医师。 这不是我的心，我有喜欢的人了。这不是我的心，我有喜欢的人了。这不是我的鞋，这，哦，这头发，这嘴唇，这真的是我喜欢的鞋啊！你在这儿干嘛？ 治疗？治病去医院去啊！我跟你说过了，我很怕水。上次咱马通希腊掉水里之后，我就莫名其妙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包括之前的事情。对不起。那之前也道歉是什么事儿？嗯。 不用当啊，确实有病。这样吧，为了我们人生安全思考，这个词让你啊。叫我潜水吧。我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厉害的教你潜水。医生说了，我这个病只能你来治。你继续编。最权威的心理医生说的。他说了，在哪儿得了病，就在哪里治。 我只记得上一次咱们掉进水里之后，我那个祖传的品种船被你捏碎了之后。您这个设备真好，来吧。不经过允许，我看你们谁敢动海里的一分一毫。老板。 这是有人拍到，小叶董去看心理医生了。照片收好了，一张都别流出去。我知道，我已经通知过媒体那边了。放心吧。 反正是贵的，介绍就是介绍啊。为你肯定准备最好的。下水前都要准备好你的设备，然后检查一遍。在今天的教学过程中，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今天会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啊，我们的第一次。行，这是上午和你说了，那要不现在我们尝试一下平静水域的简单练习。 行，那教你第一步。第一步，你要意识到潜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事情。按着啊。好，闭上眼。 想象你是在50米的海里，一片黑暗，因为阳光穿不过海，但是你头上戴着一个探照灯，照着蓝色的大海，水草向上伸展，听到咕噜咕噜的水声，眼前仿佛是一片蔚蓝色的海域。
水啊。但这里最深也就两米，大不了我就把你拉起来啊，你不用担心。听到什么声音了？深呼吸，深呼吸，可能是给心里太大的压力，然后会产生一些幻觉吧。请先列到这儿吧。先祝贺你，今天也算是有惊无险。对啊，谢了。我去调查了一下这个夜海小公子，很有意思。他平时不是做霍花公子，就是做海洋卫士。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说变脸就变脸。以后他参与到咱们这个项目中，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其实也没关系，只要我们实验室不出问题就好。他是赞助方嘛，那自然会有自己的分寸的。我去保证你的环境，你呢，就只管往前走就好了。其实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嗯？三年前，我问了身边所有的朋友，都没有找到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那件事之后，我很痛苦。我花了那么多时间，那么多精力，我每天都在想，我会开采出新的能源。可是什么都没有，整个实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好在没有人记得我的失败，但是也没有人记得我付出了多少。你为什么不来找我？我可以帮你的。后来我去了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学老师，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不用那么拼，不需要证明自己比男人还厉害。当然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证明什么。是啊，那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想证明了，所以我和他结婚了。之后有人找到我，让我参与一个新的能源实验。
开始我直接拒绝了，但他们说是你找到了新的开采和储存方法。所以莫良，你这次一定会成功的。叶董，叶董真是亲力亲为啊，连实习生的复试都亲自来监督。哪里是监督啊，有莫博士在，我来就是来看看我的朋友。你跟安飞很熟吗？不是熟，是特别的熟。那么喜欢喝喝喝吃吃吃的，我告诉你，等会儿你下去肺活量就不够了。我才不稀罕水下作业呢，倒是你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很适合你哦。哎，说不定咱们俩都能进入到实验室，你确定刚开始要这么臭吗？我告诉你，我特别讨厌加塞的人。好了，大家集合一下，我们在海里放置了捆绑物，分别在20米、50米和80米的位置。这次复试的要求是在30分钟以内将捆绑物带上岸。我们主要观察你们水下的运动，至于下潜的深度没有硬性的规定，大家可以量力而行。当然，这也会是一个加分的项目。都听明白了吗？好，第一位，安飞。好了。老师，快看那边！啊，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呀？不知道，怎么这样？莫良，那是什么？这是什么情况？怎么，你没有判断今天的天气状况吗？我们今天预测了，应该是晴天的。等等，先等安飞上来再说。救生员呢？他们都下去了吗？为什么喜欢安飞根本就不知道，叫船去支援啊！现在的风速和波及范围根本来不及，通知平台的人先把安飞救上来。安飞，紧急救援，快！老板，你要去干嘛？
boss 啊！消失独有的温暖，我不自觉想靠近一点，想要你的双眼，只有我身影浮现。泡个妞而已，犯得着玩命吗？你确定你们老板这样真的没问题吗？从此被填满，这次的爱会不顾一切。我前面的等待，只想要你回来。我在半夜醒来，独自面对无尽的大海。爱不能再重来，去记忆每天都在，我会陪着你，这回忆是的爱。安飞，安飞。做了什么？谁能告诉我？我到底是怎么了啊？他跟我说了。你？他告诉我离他远一点。谁？离谁远一点？那个女孩。除了说话呢？我感觉我的大脑很混乱。失去对她的主控权吗？对。有时我分不清自己是谁，感觉好像我扮演着另一个人。可是上次。离他远点儿。嗯？好，你先放轻松，放轻松。我遇到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患者，有的人觉得自己是玉皇大帝，有的觉得自己只是一只蚂蚁，还有的人坚信自己只是一只香菇。对，他的声音很真实。我当时整个脑袋里，不对，我觉得整个周围都是他的声音。但是，一般都会和过往的经历有关。你是指我小时候的经历？有些人会因为童年的经历导致潜意识被激发。你觉得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小时候确实经历过一些事情，不过我要去确认一下才行。那鉴于你现在的状况，我建议你服用一些安神的药物，同时紧密监控。另外，家人的陪伴很重要。你是我见过最理智的患者，我相信你可以战胜你自己的。
想当个跑跑腿，写写字的助理，有这么难吗？进来。但我只是一个学习生，我到时候的考核可多了。考试对你来说不是挺容易的吗？哎呀，你就赶紧休息吧，别再想什么实验室啊、莫良的事儿，小命都快没了。哎，等等，你记者圈里面有没有认识一个叫龙太子的？哈，这个名字这么搞笑啊！我还龙王爷呢，没有印象。我就知道。怎么了？当时有一个人想冒充自己是记者，然后来会议搞破坏，而且我好像记得在希腊见过他，可能只是奔着夜海来的娱乐记者吧，也有可能了。不过希腊会一提到他，我真的有他的地方，我一定出事儿。之前不都是他救了你吗？但你不觉得他有病吗？就他变脸变得比你还快，我认真的。他呀，一会儿吊儿郎当，一会儿凶巴巴，一会儿见义勇为，一会儿色胆包天。你是不是对人家不太好啊？没，他就是我的瘟神。我看他就是你的型，赶紧睡觉吧，这一天天大风大浪的。我的型，他就是我瘟神。你现在是老板还是你说呢？不是啊，老板，你理解我一下，好好的人突然变得很奇怪，我现在压力也很大的。把我家所有地方装上监控，不要留下任何的死角。好，知道了。安飞，勒陀，我命令你立刻离开。这还是我吗？好变态啊。老板，那个勒托是什么？黑暗女神。我把事情发给医生确认一下。哎，等一下，继续看完再说吧。
老板，我反复看了很多次，我确定就是你。不过你在浴缸里干什么？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新买了套感应淋浴系统，不过还在调试。是吗？嗯，那很有趣，肯定能吸引很多女孩子。是吧？下班了你？不是要24小时监控吗？我要洗澡了。哦，嗯。这到底什么情况？莫博士今天临时有会要参加，所以由我带领大家先简单了解一下实验室。从今天开始，波塞冬基地将成为各位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核心。你们都是来自于一流大学的专业人才，那么进入到这里，就请大家发挥专业精神，为实验负起责任。科研没有优劣之分，只有成功和失败。想要成为科研人，就请你们现在收起你们的侥幸心理。价值从来都不是自我加冕的借口，而是实际修炼的证明。忘了跟大家介绍，我是波塞冬实验的负责人之一，柳兰。大家都清楚，人类和大自然从来都不能达到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关系。地震、海啸，我们一直抗争了数千年，得到的成果往往不及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山海的动静之间有无穷无尽的能量被释放和转移，我们如果能够采集这些能量并加以利用，那么未来的光芒将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耀眼。您说的对，所有做我们这行的都有这个梦想。对，嗯，没有梦，没有狂想，就没有科学家。我们的项目是对海洋地质变化进行科学勘探，这是一个长期而又系统的研究工作，希望通过各位的努力能使这个变为现实。你们的组长是朱淼淼。下面你们跟着陆婷研究员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实验仪器。谢谢沈博士。好，大家跟我来。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哎，菲菲，你坐这儿。怎么样，柳博士还记得吧？我想起来了，以前在研究院我们见过的。啊，那我这位小妹妹，要靠你日后多多关照了。看你说的，有你撑腰，哪还用我照顾啊？哎，对了，菲菲，原来你跟叶海认识啊，我还以为你跟他不认识呢。啊，就是偶然，他之前救过我，但是没怎么交流过。救过你啊？你真是，你怎么老是有这样的危险啊？哼，嗯，就是你从水里把我救上来，他是从海盗的手里把我救下来的。海盗？从水里救上来还有海盗？菲菲，你的经历还是挺特别的。啊，菲菲，我跟你很熟吗？就是考试之前我在体育馆游泳，然后游着游着我的脚抽筋了，然后莫良哥来救我。柳博士，数据监测台那边到了一些新设备，想请您过去看一下。好，那你们俩先吃。嗯，待会儿见。哎，菲菲。啊，哦。你刚才怎么回事啊？你真不记得他了？我不是，你那会儿去日本的时候，我带你去我的研究院，我介绍你给他认识过的。有吗？你这什么记性啊？你不会对人家有意见吧？你哪看出来我对人家有意见了？嗯，就是感觉有点。嗯，不过他在日本待得好好的，他怎么会来到这儿呢？我们实习生全部都在那儿把关呢。很多女人结了婚以后，都会想要回国的，照顾家庭一阵子吧。哦，你不吃了吗？嗯。啊，在此我也分享大家一个有趣的知识点。从古代的托勒密的地图和注解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大西洋的命名和它的历史来源是什么呢？谁能可以给我解释一下？亚特兰蒂斯是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因为其中一人到了火种，另一个人也一并受罚，倾天而立。人类航海学家远远看见这个力大无穷的巨人屹立在一片怒啸的汪洋当中，就将之命名为亚特兰蒂斯，史记大西洲，也就是现在的大西洋。安菲，我等你半天了。戴着墨镜装什么装啊？不会看书就回去呗。除了道歉，当然还有别的事情啊。有事请说。说来话长，不如咱妈找个地方。长话短说。我还想学潜水。不可能，我最近挺忙的。我看过你们课程安排了，隔一天休一天。要不我介绍邱万敏同学来教你吧，毕竟他那么热心，还有他可以成为你啦啦队。沉积盆地分析原理与方法、海洋导论，还有海底两万里，你是真的理科生啊？当年他可是他们班57个人中唯一的女生，
就算是这样，专业课成绩也比其他人都高。从上课我就看出来了。你们俩一起上课的呀？蹭的，他怎么可能在实验室上课？就是，你们学习氛围太沉重了。叶公子是学什么专业的？民俗学。从今天的表现我也看得出来。我要去买饮料，你们想喝什么呀？我要奶茶。不喝。喝拉倒。哎，你们俩什么关系啊？避之不及的关系。嗯。不念不忘，最好的爱情。蓝桥，哎，这些什么书啊？言情小说啊！安菲，你脑子要开窍，光看看这种书是没有用的。亚特兰蒂斯？你知道亚特兰蒂斯了？啊，我想起，曾经只有最高的文明体才可以进入的地方。那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后来他生气了，然后随整个城邦一起沉入海里。他犯病了。这是我见过最奇妙的追人方式。哎，那个短期车啊，十分钟以内来接你老板啊，我定位。是不相信我？安菲，你的头！哎，所以，老板你这就回来了？还能怎么办呀？他现在恨不得打死我，差点被毁容了都。我觉得你暂时不要见安菲小姐了。你说什么？你俩真是邪了门了，怪谁呀？还不是因为他。这样啊，你把家里所有的密码全部换一遍。等会儿，只要我出门，24小时跟着我。好。干嘛？先去换密码锁，再跟着我。哎，你说你撞什么不好，非要撞个精装硬皮版的。我跟你说啊，这不是意外，肯定是叶海诅咒我。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民俗学。哎呀，你知道你现在特别像什么吗？炯炯脸。哎呀，放心吧，不会留疤的。你贴的这个也丝毫不影响你的美貌。所以你说我现在还行？嗯，还行，霸气不输。那我要做个大事儿。嗯？不告诉你，关灯，我要睡觉了啊！我这几天要做大事儿了。我说怎么了呀？是。消失独有的温暖，
自觉想靠近一点，想要你的双眼，只有我身影浮现，像每一次做梦，灰色的天空不再阴霾，还是我一直不够了解。好多的话想要你听见，在阳光海风下，我们终于再见面，心从此被填满，这次的爱会不顾一切。